天瘫患者如何加强自身下肢的一个力量和控制训练？我们说，康复的效果与患者自身的主动参与度和早期康复的强度成正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患者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不能只依靠于治疗师那上午和下午固定的一个训练时间。可以利用一些自然的条件，比如说靠墙，利用身体的重力做股四头肌的一个向心性和离心性的收缩，加强它的力量的训练，以及关节的控制训练。也可利用弹力带一头固定在固定的牢固的物体上，一头套在偏瘫侧肌力不足的一侧的腿上做开链运动但是这两个方式都一定要力量的训练，一定是要保持在